没想到你还会西洋乐器。总要学点才艺啊，不然怎么讨恩客欢心呢？你。大少爷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种狐狸精。但假如有的选。谁不想做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小姐呢？所以就只能借酒消愁喽。红酒不是你这么喝的。那你教教我。怎么是你？少帅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昨天晚上明明是你喝多了，硬拉着我不让我走的。嗯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少帅这么大惊小怪的，该不会是第一次吧？滚出去！看来秦少帅喜欢纯情的。